这是一个教你如何下载需要验证人的说明，非常简单。首先进入 Salesforce 的网址，如上图所示，iEARN.my.salesforce.com，然后用你的账号和密码登录。接下来点击在页面上方蓝色栏的 Reports。现在在页面左侧点击 iEARN Report，来看所有的报告。接下来点击Or people needing validation。下一步点击 Run Report。接下来点击 Export Details。最后点击 Export。现在你可以下载文件到你的电脑了。